长期招收给力场控，那个有意向的可以私聊咱们在线的管理。他不是在993刚跳过吗？没有啊，我刚刚一直在992呀，我是坚守在992的，我坚守在992的。喝口水。大家关注点一点，然后阿麦咱们阿麦的那个小甜心的关注也点一点，然后最重要的是 Yuki 的关注要点一点，然后你要先勾直播室通知，咱们才可以那个开启缘分的第一步。感谢送的花，感谢送的花，哎呀，无意第一步的尴尬，我唱首歌吧。我会唱歌，那是刚刚跳完舞有点喘。呀，感谢各位送的手手礼物，么么哒。
一首北极烟火送给大家，祝大家天天开心。每个蜗牛都有自己的壳，就连蚂蚁也有小小的窝。长街上霓虹闪烁万家灯火，我只有你点亮一盏灯等我。外面世界说不清的诱惑，有人变了有人依然执着。每个平凡的人都像我们一样，来不及看风景，在路上奔波。啊，忙忙碌碌的生活，我们像个陀螺，拥挤的公交车，总有梦想盛开着。爱情不是童话里美丽的空中楼阁，是蓝之后。总有梦想盛开着，爱情不是童话里美丽的空中楼阁，是蓝之后降落柴米油盐的生活。啊，匆匆流逝的时光，我们留得出什么？葱绿的青春里还有歌声回荡着，生活教会了我们什么叫知足常乐，只要有你陪我，这是是最美丽的烟火。这就二星秀燃爆星就在这里，我是 Yuki， 喜欢 Yuki 的可以点点那个 Google Yuki 的直播室通知。然后感谢刚刚哥哥们扣的66，感谢哥哥们送的花，感谢哥哥们。然后呢，感谢大家一早上的陪伴，然后你们辛苦了。
然后感谢我们官方大大们，辛苦了辛苦了。然后呢，最后打个广告，本频道长期招收各时段的给力场控，有意向的可以私聊在线的管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还有，大家不要走开，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表演。接下来的切档主播是我们的小甜心还有如意，大家给二麦和三麦点点关注好不好？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给 Yuki 点关注。嗯，对。然后呢，还有三分钟还可以跳一支舞，然后我先喝口水。我穿着普通的鞋，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，掏出普通的耳机，找点普通的感觉，来一首我最爱